廖振波甲警政署合作推出的打诈仪表板哦，显示讲前一日防诈骗的金额就超过4亿元，初三迄天哦，金额个累计是5亿6千万。最近哦，诈骗金额嘛显示讲比过去哦多几啊倍。是怎么联系的？手内真侪张汇款单，汇对象拢无同。穿写字的老阿伯坚持讲是嫌欠少，警方赶到现场点破伊的白贼话，伊才总算老实讲。有没有要投资啊？你是要投资对不对？又阁是相信假投资，台北这个80多岁的老阿伯，坦白讲是为面试加入赖的群组，准备开15万买股票，相信讲会当有高获利。警方一直靠控，才成功甲挡落来。获准同意下检视手机对话记录，确认为假投资诈欺手法。成功消弭老翁汇款念头。早起大家拢有真正真歹防，哪吒成功的结果占少数。为官方推杀的打诈仪表板，会当看出咱国内诈骗问题到底有偌严重。新上场的这项系统为受理件数、财损金额、诈骗手法的前五名，逐天定期更新，拢会当看现现。干嘛？初三的财损一天都有5亿元，初四加减一数啊，有嘛有4亿元。啊，不过单日损失的金额拢是以亿做单位。推算2024年，全台湾诈骗财损恐惊会突破1000亿，甚至更加高。你说自己会有落差，其实我们来看是应该统计方面的一些角度不一样了，哦啊，所以我们这次就把所有只要16的资料会去勾稽依法报案，然后我们把所有的诈骗数据做更完整的呈现，哦，所以你们现在所看到的数据其实是比较真实的，而且也比较具体的。打诈仪表板的数据，甲官方较早公布的历年诈欺统计加几落倍。警方回应，以往公布的敢若刑事记录表的资料，两个毋知有相差。啊，不过无论如何，诈骗犯罪正严重，伫全台湾拢有，安怎有效打击，则是目前赶紧爱做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